孤勇革命起风云，长城内外传佳音。四通桥头通公厕，标语口号震乾坤。英伦岛冷森森，战狼呲牙要火拼。丑态一出惊天下，一纸驱逐令，滚回你北京。滚就滚回去，表忠心，要领狗头金。呃，谢恩。快人快语，天下事儿，京腔京韵，老北京。 各位青岛茶友，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欢迎光临欢乐青岛的老北京茶馆，品大碗茶，听大实话。我是刘庄，我是李正，这里是海外独家对口实政相声频道老北京茶馆，听段子看世界，在糟心的时代、嗯、为您递送久违的欢乐。茶友们肯定看出来了，嗯，今天哥俩这身打扮啊，嗯、呃，颜色选的跟平常不一样，对。哎 这是应一位热心茶友的建议做出的特别搭配，没错，这么着啊，大家票选一下，嗯，您猜猜我跟李正穿这黄黑颜色呢原因是什么？如果您认为这颜色搭配是代表力挺四通桥孤勇者，嗯，您就摁数字一。嗯 代表挺香港手足就摁二二，哎，代表四通桥雇佣者和香港手足就摁三。没错，大家赶紧敲敲数字啊！嗯，咱们节目后半部分揭晓谜底。另外呢，今天还有一好消息，嗯、哥俩的好朋友郭靖雄，就是动画天王、漫画家大雄。对了。 呃，由大雄担任美术主笔的动画电影《长春》嗯、已经入围奥斯卡影片角逐，这确实厉害。嗯，我记得之前的华人的电影入围奥斯卡，好像是零二年张艺谋那个《英雄》，对吧、呃？好像是不是还有王家卫那一代宗师提名呢？嗯 不过相隔二十年，这次题材呢是完全不一样了，嗯，表现手法也不一样，动画占了一大部分。呃，茶友们回头啊看置顶留言头条那个宣传片，宣传片哎，长春这部片子很特别，用动漫和真人采访相结合，嗯、还原了二十年前发生在中国长春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哎、几位有信仰的人冒着生命危险插播电视节目。 揭露中共的黑暗。没错，零二年的事儿插播特别成功。嗯，长春有八个有线电视频道同时播放了共产党最害怕的禁片，哎、长达几十分钟。没错，当时主政的江寒啊是暴怒，要求啊长春全城大搜捕，一气儿抓了五千人。长春呢一开始筹拍的时候啊，也遭到了来自中共的压力，是哎软硬兼施啊，呃、嗯、最后全被制片方给怼回去了，怼回去了。 上周末，电影《长春》已经在纽约曼哈顿开启了首映。听大雄说起这次首映呢，呃，观众大部分都是专业人士，专业人士，哎，很多是剧院的会员，嗯、而且呢，左派人士居多，哎。事后发现，这些左派社会精英对发生在遥远中国，哎，用生命捍卫信仰和道义这种传统价值观的故事呢，非常接受，对，还特别的感动。 这个反馈呢，反过来也打动了很多人。嗯，大家才明白，不管左右，其实人性里边啊，有很多相通的东西。没错，人类有共同的价值观。 这部电影在加拿大、欧洲、美国陆续上映。就在明天，十月二十一号开始，全美三十个城市的院线正式上映《长春》这部影片。嗯、您可以上这个网站查询购票信息。一部非常难得的精彩影片，值得您看看。没错。另外，美国的茶友们建议有条件的一定抽时间看一遍啊，嗯、回来也记着把感受分享给我们大家伙。 好嘞，插房一挂，段子先行，开板上段子。话说二十大举手机器们正在京西宾馆开老鼠会之际，真正的中国真男儿已经在世界各地开始行动了。没错，今儿咱们这个节目之前呢，发布一个小视频，嗯，部分展现了世界各地大学里边华人青年的接力行动。 如果您还没来得及看，哎，建议您啊抽时间看看。是，这还仅仅是热心网友收集的一部分。一部分。您要是有新的照片，记着发给我们。没错，四通桥的标语是传遍了全世界啊！嗯、党在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闪电咔嚓击中，啊、彻底蒙圈。嗯，党忘那茬了啊！四零四管不了高墙之外。啊 中国留学生遍布全世界，嗯、他们成了各种喜讯的活传媒呀、啊！嗯、呃，充分响应党关于策应的号召，哎，把雇佣者呃彭大侠的四通桥标语。 贴的满世界，到处都是，把党国各大领事馆那个头头都给气抽掉了。哎、大使馆管事儿的、啊、语气都拿捏不准了。哎呦，嗯啊、呃，各位同学，上午好，啊、使馆教育处关照大家，请不要张贴、转发、呃，传播敏感性话题和内容，嗯、也请大家不要在群里边讨论敏感性政治话题。谢谢，真够累的。 大家伙儿看看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交流群，大使馆四处威胁留学生，早稻田大学也没放过。哎，忘了人那学校名了啊？早稻田比别的稻田呢，他来的都早啊！哎，早稻田直接晒出一大照片啊，上边悬挂着各种版式的四通桥标语。嗯，我们要言论自由，我们要宪政民主，我们要做有尊严的公民。 独裁者边儿去，大使馆崔妹儿表示，边儿去，呃，去不了。呃，独裁者又名坐地炮，谁轰我们也不着。挫火，实力不够，无赖凑，就没辙。斗争形势忒严峻，外边捂不住，墙里边也破功了。墙里破工的啊，这地方可绝了，绝了。在海外啊，不是司通八达的标语贴的主攻是世界各地大学那个告示牌吗？知道。哎，墙里边攻占在哪儿呢？全国各地。 公共厕所，齐活。呃，终点又回到起点啊！厕所革命的始发地，一尊魂牵梦系的地方。这地方优点多化，优点多。呃，低风险，低监控，停留时间长，观看的人还不贪责任，考虑到多周到。我们听完您这番宏论啊，都被自己这厕所革命新思维呃给惊艳了啊！谁说话？这词儿我一五年那时候原创小发明啊，当时呃就是为了提升呃公共场所品质，哎，这加上四通桥的口号之后。 品质绝对提升了，一尊都恍惚了，心说怎么着？呃，我随便那么一指挥，有这么大出息了？潜力股，呃，确实啊，太有出息了，这一尊。此次革命行动召唤起来的，除了真男儿，就是真中华女中豪杰。 女眷也出来造反了啊！必须的呀！哎、<呦>往这儿看啊！继中国电影资料馆公厕所四通桥标语涂鸦事件之后，嗯，各种厕所的局势现在呀、啊、都 hold 不住了。这意思，这陪尿员不不呃那个勘测员全都 hold 不住了，嗯嗯，不住。 彭大侠六要六不要，和平抗暴标语，嗯、神不知鬼不觉，惊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W C 不好，一尊的大号已经紧紧跟厕所联系在一块儿了。啊、星星之火要聊厕所，嗯借着这股星星之火的东风啊，哈尔滨商场出现了标语，嗯、呃，浙江省的某个县城出现了标语，成都地铁南湖立交站出现了标语。告诉您啊，一尊龙兴之地啊，发迹起点梁家河所在的陕西，嗯。 陕西西安小寨公共厕所，它也出现了。呃，打住，千万甭提小寨，有人跟您急。谁啊？<laughs> 谁？啊，小寨的公共厕所那保安，晕、啊，在这专门看厕所的保安。哎、呃，有个被安排看厕所的哥们儿，嗯、呃，吐槽起这事儿的，都停不下来了。怎么吐槽的？说说。嗯、说了。嗯。呃，先来两句国骂，涮涮嘴。那、啊、行。之后呢，啊、就说。 你这贴标语的，啊、你搞得我们现在厕所执勤，天天看谁拉屎、嗯，这工作相当于幼儿园小班、啊、阿姨这。嗯 接着说啊，你就不会弄得隐蔽点儿？你别写小债呀！明白了，暴露了，给地方找麻烦。全中国人那么多，啊、说哪儿啊？不行啊！啊弄个呃，威尼贴、纸贴，呃，不比你多写几个字儿效果好啊？威尼贴贴那玩意儿有,有用啊！至少用不着像现在这样，那边刚从厕所出来，啊、领导就逼着我们赶紧进去看有没有字儿。我晕，什么味儿啊？这工作不能等打扫卫生的时候一块儿看吗？不行，领导说了，得趁热乎进去看，哎、呃，凉、呃、<量>了、呃。 嫌疑犯就颠了，呃，史无对证。呸！你这说什么呢？注意文明用语，你这人哪儿不文明啦？习总书记那么大一村干部，啊、人都不嫌味儿，啊、坚持领导厕所革命，啊、我们怕什么呀？啊、行哎，对了，啊，看厕所的事儿既然这么重要，干脆吧，习大的直接成立一办公室多好，啊、再来一屎尿体督察组，习大的亲任组长。 那工作力度得多大啊！对，呃，司马家头第一个拍手称快啊，必须的。啊、我入住男厕所，那女作家贾浅浅她入住女厕所，啊、齐活。哎，甭说，女厕所真被攻陷了。<哪>呃，四通桥标语惊现深圳某女厕所，啊、而且笔法相当豪放大气，啊、颇有巾帼女英雄之风。完呦，一尊直接哭昏在呃公共厕所了哟！吓我一跳，以为哭昏在女厕所了，<唉>昏倒之前还仔细看看有没有四通桥标语呢。嗨、啊，这边还有。 有一颗八卦心，哎，人家也关心国家大事啊。行行行行，算了吧。等一尊被厕所味熏醒过来，嗯、别再直接下盘大棋。哎、看厕所员撤销，陪尿员撤销，图、啊、统,统全撤销。哟呦喂，这一尊这要突然猛醒啊，浪子回头金不换啊。换不换不知道啊，不过梦醒是真的啊。一尊一拍大腿，啊、怎么着？ 我怎么这么糊涂啊！梁家河多好的样板厕所跟这摆着呢，取消隔间，毁成一排啊，统一大排档啊，呃，大通铺，社会主义供销社厕所那样。 走起呗！啊，看来一尊是彻底不想让自己的大名跟厕所联系在一块儿了、哎。连不连呢？一尊跟厕所革命都已经实至名归了。实至名归。熬、哦、夜吧。啊，革命的火种在民间肯定到处都埋下去了。啊、嗯，只不过大部分照片为安全起见，嗯、没标注那个省市地区的名称，所以您身边没准就能有一位呢。一尊表示，反党势力越来越猖獗啊！看来不给您来点惨淡的人生，呵，您是不知道一尊我是扛二。 二百斤麦子不换肩的杠精了，不好！前方高能，有人要耍蛮哎哎哎。二大行将结束，猜谜游戏，眼瞅告罄。告罄<慶>，很多捧瓜围观的群众已经提前开始抑郁了、嗯，这心情确实不太好。嗯，无论哪个版本，猜谜游戏这重叠部分越来越明确了，嗯、什么呢？嗯，包子铺掌柜的妥妥坐庄，嗯、只不过席家军捞了几票而已。网友啊，铜豌豆啊。 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生动描绘了蚁民惶惶不可终日的惨状。嗯、豌豆在微博上就说：“嗯、每个饭局上都游荡着。” 悲观、惶恐的幽灵。嗯推特上有人转推这句话了，嗯、还跟着发了点负能量。哎，完了！今夜消息明朗了。嗯，北京今夜的每个饭局上都游荡着悲观、消极、惶恐的幽灵了。啊。多了个消极。气急败坏的网民，嗯，把倒霉催的胡一进呢都想起来了，<他>一通往胡喷脑袋上。 扔飞盘不好，老胡这红线牌红底裤又要变红地毯了。嗯、呃，网上那帮吃饱了没事干的，呀，把胡一进十年前的微博都找出来了，说权力交接的事，儿。够精准定位。怎么说的？老胡就说呀、啊，嗯，今天是一个重要时刻，当年邓向江的顺利交接乃是第一次，这叫先例哦。对。 以前交接都是实在没辙、死翘翘，想不交不行了才交的，或者被拿下，愣夺过来。嗯啊、对，所以老胡就说呀：“嗯、邓向江的顺利交接，这是先例。嗯、后边还说呀，江向胡的交接呢，这是第二次，嗯、已经属于惯例。就是按照之前老邓给打的样本，依葫芦画瓢的意思。今天的顺利交接已是第三次，意味着制度的建立。嗯” 祝福中国？那甭祝福了啊！建立的制度已经塌了、嗯。老胡表示啊，对不起西大呢？啊，我当时这言论呢，大错特错，啊、错的离谱。 我竟然相信制度啊！相信制度是觉悟不高的体现的啊！没素质，我这人四六不懂啊，啊不知道咱们党以人为本是人治，这尴尬了。和老胡那感人总结，嗯嗯、第三次意味着制度的建立，祝福中国直接变乌鸦嘴了。一尊表示啊，我替乌鸦说一句吧，呃，他是扫帚嘴，嗨，他一祝福中国，咱们中国人民的那福分呢，就全被他给祝没了，整个一蛀虫，信誓旦旦，言犹在耳，嘴一张。 开说没就没，底下、嗯、人玩命啊！水了老胡、嗯、说，老胡您没想到吧啊？人哥们儿不交权了，<嘿>哎，焦急等待老胡新评论，这回算是什么制度？咱拭目以待吧。嗯嗯。另外网上都有人给习总新政编出第三任期治国理政新思路来了啊！猜妹儿的什么都猜，怎么说的？怎么说的？ 秦始皇模式加文革模式加北朝鲜模式加自创模式加、嗯、自残模式啊自残啊！您怎么不说现在什么国际形势啊？嗯、这全得自残！世界局势波谲云诡，<哇>简直不是小乱，一片大乱。不好，有人要趁火烧鸭子乱中夺权，没那想法啊。 不是咱们夺不过来啊，夺过来是能夺过来啊，but 我指挥不过来。呃，也对，呃，就眼前这么点小事儿，还给一尊指挥成一惹我阿姨了呢。您不知道啊，现在发生这些事儿，对咱们党、咱们党国，忒不利呀。对，您党不利，哪事儿不利呀？呃，普丁丁宣布乌东南四区戒严，你党外交部宣布撤侨，是不是这事儿？呃，包括这事儿。普丁丁啊，已经开启玩命模式，玩命，紧着跟北约秀核肌肉呢。 关键他那核肌肉、那核武都锈了呀！万一一下按钮绑一下窜东北去，也未可知啊！也是，这流氓耍横的时候，经常是抽着自个儿大嘴巴，一边抽一边撤退，还得喊呢：“你别走啊，你等着我，一会儿我再跟你决一死战。”这位有切身体验，这位不是，我是怕呲一身血，回头满世界往死里制裁俄罗斯，呃，容易沾包啊，所以啊。 必须得划清界限。这位见势不好要跑路，嗯，没处跑，全解放了，往哪儿跑啊？啊，这又是从哪儿说起来的？嗯、从哪儿说起啊？就从我这次没开三度成功连任说起哎哎哎。还没宣布呢。您这嘴也忒急了，留神待烫着啊、嗯嗯。不怕烫，嗯、呃，没事儿，早吹凉了。 你们这帮低端人口当然不知道啊！<端>我们党内撕完了之后就定下来了啊！哎，你们陪着我们多玩几天，<人>走走过程，给移民们傻乐提供点酝酿情绪的时间。无语、嗯。那按说这不是形势大好吗？嗯、怎么还梅开三度？形势不好啊？点儿赶的不好，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又谁踩点儿了？英国首相特拉斯早不辞职晚不辞职，偏偏这时候辞职，啊、这不枉我之心不死，给我连任添堵搅和？哎，打住啊！ 您这脑洞可以关上了啊，没那么放飞想象的。啊、嗯，人家辞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关系大了啊！他辞职不行了，地球是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怎么办尤其我们这些当干部的，啊、都是一根绳上拴着，骂着，什么的、啊、都连着呢。啊、那铁娘子二点零都喊出来了，好家伙，啊、那么霸气一女汉子，一个政策英国人不买账。 就得轰下台，啊、对，就那减税政策弄的，四十五天就准备解甲归田了。哎，您说这是不是给我上眼药？嗯、啊，咱都扛二百斤麦子扛了十年了，我还没打算解甲归田呢、呃。甭说解甲归田，嗯、连肩都不换肩。嗯嗯，嗯嗯关键您发明这政策，不比那特拉斯破坏力高一百倍啊？啊 夸张啊！我这人低调，没调那点成绩，别咱拿出来随便显摆，让人家自卑一下啊！咱心里不好意思。齐活，这边见杆就爬，嗯、好赖话完全听不出来。还有那已经解甲归田的前任、啊、约翰逊，舔、啊、大脸又出来了。他说要再次竞选首相，我老脸都没处搁了。我，不，您这是不是主要受不了前任杀回马枪把现任干翻这事儿啊？嗯,嗯、呃，反正。 呃，赵头意义非常不好，不祥。啊、呃，简直是呃里出外进，乱七八糟，没有章法。没有章法，我看挺有章法。嗯、老百姓有决策权啊，当官的你们谁干的不好，立马给我下台，腾地方。那不行啊！我在台上就谁也甭想上来。没没<这>，不是那意思，我是说呀，我这人有责任心，咱不是有抱负吗？知道、呃，真男儿。嗯，他了解我，嗯、呃，所以啊，那么多事儿啊，等我指挥，咱不能躺平啊！啊谁让我躺平，我也不躺啊！ 你让我看明白。哎，没有啊，这位跟林黛玉一毛病，哎、是个多心的。多心的，人啊、您怎么知道的？怎么知道啊？环球时报狗鼻子已经把特拉斯辞退英国首相职务这消息直接评论精选了，给小编这招特厉害。部分内容不予显示，走你熬夜，真是服了。 你党这拧巴心理完全找不着任何规律啊！按说、啊、前两天啊，你党外交战狼在英国曼彻斯特行凶打香港人，被特斯拉给谴责了一通。你党现在正好看热闹敲边鼓，怎么给低调处理了？哎呀，知道您的小困惑啊，嗯、呃，小刘啊，帮着我们记仇呢。特拉斯啊，谴责我们领事来着。是啊，你党这外交战狼在英国土地上面行凶，嗯、特拉斯能不谴责吗？不行。 我授权您嘚、啊、不嘚嘚不嘚说说这件事儿，给让茶友们给评评理。行，嘚不嘚吧，估计好多茶友都知道这消息。嗯，你当这外交战狼驻英国曼彻斯特领事馆的领事叫郑西元，咱、啊、领馆门口啊，对抗议的香港人大打出手，被警察哎逮了一正着，乱七八糟，手机录像还录了个正着。对呀、啊，一丝一毫外交官的礼仪文明都没有了。嗯，有那个没用啊？我跟您讲啊，这、啊、在外交战场上、啊、注意啊。嗯嗯 战场啊，谁把谁能镇住，能造梦了，谁就是赢家。说什么呢？下回他们对我们就得老实点。拉倒吧您，就是耍流氓耍无赖呗。嗯、听听记者采访的时候，你当那领事无赖那样啊？嗯、告诉说我没打任何人，我是和平的。嗯、后来记者问说，您可没说真话，您抓了对方的头发了。嗯、领事告诉说，那是因为他侮辱了我党领袖，呃，抓他头发是我义务。I don't attack anybody. I'm the peacefully. Just so that, that's not true though, is it, Consul General? You you pulled the man's hair. Yeah. The man is because he's abused my country, my leader. I think he uh, said it's my duty. To pull his hair. Yeah, I think that any diplomats, if faced to such kind of the behavior. <laughs> 都说了没打人，你解释抓头发干嘛呀？你就说没打没打没打，嗯、没抓没抓没抓。行行行,<了>行行，您甭搁这儿指导工作了。你说你们丢不丢人呢？嗯，把人家八九六四的学生天安门学生那名言给浪拿出来了，呃，一次白丢天，这是我责任，这不侮辱人学生那名言吗？什么侮辱啊？对于这种表现，我非常欣赏。哟<呦>，这表明了郑旭元小郑同志<着>对我的忠心不二已经到了。 令人发指的程度，嗯、这句倒是真的，嗯、特别令人发指。英国议会的议员都受不了了，要驱逐你们这帮战狼。我知道啊，哪儿都有这种巴子事儿的人。啊、那特拉斯啊，啊临关门走人还不老实，什么中领馆人员对待抗议人士行为不可接受，什么调查决定下一步行动。嗯、英国外委会主席凯恩斯在议会上已经发言了，嗯、他说啊。 抗议者言论自由和抗议权利是一项基本权利，英国有责任保护它。如果中方不起诉郑西元那伙人，那么英国将在一周之内进行外交驱逐，支持全世界抵御破坏规则的那帮中共战狼们。我们不怕啊！ 再说了，英国正是乱的时候，趁着乱，我们外交战狼同志出征，打几下子转几下子。人呢？不打能行吗？那几个香港人把我都画成土皇上形象了，丑不堪言。那是人家表达对你党残暴统治的厌恶呢。啊，唉。 算了算了，李正，这皇上的形象忒丑陋，嗯、您呀、啊、就甭跟这儿替他遮了、哎。那就算了吧。<laughs> 行了，真的<累>脱去一尊伪装，还原李正真实。哎、哥俩今儿啊专门穿了一黄一黑，嗯、就是为了力挺咱们不得已身在海外，但是坚持抗争的香港手足。没错，黑色大家伙都知道，嗯、黑是香港抗争年轻人的一个典型着装。黄色呢，大家知道雨伞运动，黄雨伞，对、嗯，头戴黄色安全帽、安全头盔也是勇武。 派的着装之一，嗯、还有呢，黄色经济圈小黄店，哎、那都是力挺港人抗争、拒绝为亲共者服务的良心商家。所以啊，大家伙儿能看出来，这两个颜色是典型的港人抗争用色。嗯、我们俩呢，用这个颜色表达对香港人的支持和尊敬。与此同时，这个着装的颜色呢，也同时献给在北京四通桥悬,悬挂横幅为民请命的孤勇者彭在洲。没错，彭在洲当时就戴了一个黄色的安全头盔，哎，头戴安全头盔。 的彭在洲孤身一人对峙一个庞大的黑暗的国家机器，黑暗的啊！我又变国家机器了，我我就是象征。也就是说呀，刚才茶友们无论怎么选，您都是对的。哎，天下茶友一家亲，天下华人一家亲，天下港人一家亲，天下孤勇者一家亲。 好嘞，送人好茶，手有余香。别忘了看置顶留言第一条《长春预告片》，更欢迎您订阅分享《干净世界》的老北京茶馆频道。下回节目再见，再见。再见